里有一家肉桂面包特别特别好吃，所以我要快点跑过去。然后在匆忙之中忘记自己买的蛋糕了。10月16号，迪丽热巴微博分享了个人第一支 vlog， 内容是国外工作的花絮。她拿着手机怼脸自拍，立体的五官十分惊艳、精致、美丽。机场为了买面包，气喘吁吁奔跑的模样十分可爱。网友纷纷留言道：“终于等到了，是宝宝的迪迪呀！哇，是热巴小姐姐的第一支 vlog， 猝不及防呀，太美了！哈哈，姐姐第二支啥时候安排呀？”迪丽热巴拥有新疆维吾尔族血统，五官精致立体，靓丽的外形更让她圈粉无数。近日，迪丽热巴在微博晒出一组美照，并配文：“这场旅行因为婚纱而变得与众不同，送给27岁的自己，告诉她要一直勇敢，心怀梦想。”照片中的热巴身穿一袭白色露肩拖尾婚纱，造型身材曼妙，有一种希腊女神的感觉，面带微笑，夕阳打在脸上，似梦中的少女。网友纷纷直呼：“热巴姐姐太美了！”